耶稣的母亲信息，关于鼓励不要气馁，传导天使与光聊，翻译 Nick Chan， 编译 Google。 亲爱的孩子们，我是玛利亚，我的心洋溢着喜悦，我们做到了，我们提升了你的灵魂。大多数人伴随着心、信念、巨大的奉献和喜悦跟随着旅程。你看，它并不是那么难。就像昨天所说，如果你看不到什么，感觉不到什么，不要绝望。你已经转变，你的灵魂也转变了。所以没有理由去不开心或难过。继续前进，永远不要放弃，伴随着心和大量的爱去看向一切。当爱涉及，就会有臣服，一切都会被注意到，一切都会发生，即使你没有意识到。永远不要失去希望，永远不要失去进化、扬升的意志力。我们的角色是尽可能的帮助你。是的，有时候说话的方式有点强势。你们许多人依旧认为，因为我们是光之存在，我们不能严厉的说话或让你竖起耳朵听。那么，我告诉你，孩子们，这是小我在说话。一个先进的存在怎么能说竖起耳朵听好了？他必须给予我爱，这是你不需要请求的，因为我们时刻都在这么做。我们不会停止喜欢你、爱你。我们让你竖起耳朵听，是因为我们爱你，我们想要你跟随正确的道路，所以我们想让你听仔细。这也是爱。爱不是同意一切，爱不是你说的纵容另一个人。爱是变得真实，展示正确的道路，这是爱。但你们许多人依旧不明白这一点，甚至怀疑是否是我们在说话，因为你认为因为我们是先进的，我们不能叫你竖起耳朵听，不能严厉的说话。明白，甜美的话语滋养小我。有时候我需要严厉点，这样小我会表现，你可以直面它。所以离开这些信念，那些有爱的存在不会叫人竖起耳朵听好了。任何有爱的存在都想要正确的东西，任何有爱的存在都想要他爱的人跟随正确的道路。如果你爱的人踏上了错误的道路，你如何让他意识到？把你的手放到你的头上，还是叫他竖起耳朵听好了，展示他正确的道路。我们不是来要求你相信我们。每个人倾听自己的心，当心感到我们的爱，那些严厉的话语不会干扰到你，因为心知道他需要听到他们。这是一种改变的形式，跟随另一条道路。但你不同意，认为这不是我们，认为光之存在不会斥责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并不在乎，因为我们无条件地爱着你。我们明白在这些情况中，小我依旧非常活跃，不会让你听到真相。这些如此有爱的存在，怎么这么说话？然后你相信小我，因为你不想要听到真相。孩子们，你根本不知道小我能够对你做的事情。小我是在保护你的东西，它并不邪恶。不要是小我为邪恶的实体，它只是在保护自己和你。它从未让你去看到或理解你是错的，因为它总是对的，因此它是小我。所以没关系，孩子们。相信我们。相信我们所说的。相信我们展示的道路。我们永远不会改变我们爱的方式。你可以辱骂我们，你可以对我们述说肮脏的话语，我们会继续爱你，我们永远不会评判你。但对于那些全身心的相信我们所说的人，我只想说，
继续前进，旅程是美丽的，不要气馁，就因为你看不到或感觉不到。你已经改变，还会改变很多。现在做好准备，因为一切就在你面前。不要闭上眼睛，这样你就看不见了。接纳自己的错误，因为只有看向他们，你才能够改变你的存在方式。这是巨大的学习，这是进化。接纳、理解并改变。我亲爱的孩子们，臣服于这个旅程，它是美妙的。敞开心参与，这样你的心中会有更多的空间并扩张。是的，当你敞开心扉，我们放到那里的能量会成长，我们可以挠挠你的心，它会是开心的，会咯咯笑。然后，你可以感到这个喜悦在你的全身奔跑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为什么如此感受？这是我们在那里，挠挠你的心，把大量的爱和优雅放到里面。但为了让这发生，我们需要你允许我们进入，去向我们所说的敞开心，去明白我们所说的东西。明白，你不需要完全拾起我们所说的。我们希望你去思考，我们希望你拥有自己的看法，只要你停下来思考我们所说的，我们就很开心，因为你在听我们，你停下来听我们。你可能会深度沉思我们所说的，但你会得到你的答案，因为当你敞开心，我们会在那里解释笔墨之间的含义。是的，笔墨之间总是有着含义，只有敞开心扉的人，只有仔细倾听我们的人，能够理解我们所说的。因为我们会在那解释、展示，帮助你理解。现在那些并不敞开的人会有疑惑，也许他们不会明白，也许他们不会接纳，他们会想这是不是我们，没有关系。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明白。所以孩子们，继续你的旅程，它是美丽的，开明的。今天我给予你我的分享。昨天我的儿子述说了美丽的话语，今天我来分享我的。伴随着大量的爱，去重复以下话语。玫瑰给予芳香，玫瑰给予美丽，但也给予荆棘。所以，让我旅程中的荆棘软化，这样它们不会伤害我，让我珍惜所有的玫瑰。如昨天所说，这些话语，包含我的能量，通过重复它们，我会立刻处于你的心中。但只有在敞开心扉的情况下，否则我会在这里等待一个缝隙去进入。呼唤我，孩子们，不要气馁。你在为自己、你的兄弟姐妹做着很多事情。圣母玛利亚 Master Mary， 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Thank you.